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小姨子来了，今天准备了整点菜给小姨子，招呼一下小姨子。媳妇儿，你买的什么菜呀、啊？就买点这个。就买排骨啊？买了一百多块钱的。一百多块钱啊？这妹妹一来就是不一样了哈，挣了一人满满一大盆子。都做啥？他都做上呗，估计好不容易来一趟，现在准备下锅了。我对小媳妇这个厨艺还是抱着不放心的态度，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接触，她的厨艺我还是略有了解。你今天打算怎么做？我别录了，又说我，你怎么劈着叉呀？怎么没有录啊？行。哈哈，我看见我已经录下来了呢。滚蛋，叉了。媳妇虽然买了很多排骨啊，我还是担心不够吃，来整上几个土豆子。家里还剩了不少土豆子，整上点土豆子掺在里边。嗯，再拿上几个。你这也不行啊，这点土豆搁里边看不着人哼啊，都看不着土豆子放进去。这墙上这土豆子不行啊，你看这点土豆子这也这么少啊。这都老奶奶做的。这把鸡是奶奶的啊？这都老奶奶。我看红星等不得了，叫她先吃了吧。不用管，让他们自己在家吃。你这不整个大碗，你这搁进去了。慢点慢点。奶奶在干什么呢？在理家了吧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出来了。那就多少人呢？我这都没啥的，我得吃不着。哎，使劲吃啊！太小不行了，怎么的？这个狗小呀，不叫吃油嘛，我这吃这个嘴就感觉吃一下就了。哦。他要在那边吃，拿进来。哎呦喂，你这。你这不吃吗？你看看我。我也不吃吗？这个呗，要这个吗？你吃个都行啊。这个是小媳妇能灵魂战斗，就他两行字，来，你搁上这吧。嗯，不要，还喂孩子呢。哎呦，你弄这个咋？搁上一点。吃肉不吃饭，香味少一半，来碗看。来，给你这个大。这个吧，搁上辣椒，它更好吃。来点灵魂炸灵魂料。